大家一个月能吃几次木耳？我现在基本上是天天吃木耳，而且一吃就一大盘子。这是昨天看的四家木耳，我都泡上了，一天都得看好几家。泡完之后看看它泡出来之后厚不厚，颜色好不好。天天都有人咨询我说我这木耳啥时候上架，着急买木耳。其实我也着急，所以我天天都上这个菌农家去看木耳，收好的卖，不好咱就不收不卖。菌农都说我太挑剔了，说的没有看见我这么挑剔的人。咱在网上卖嘛，卖给大家就得卖好东西嘛，这样才持久，才有回头客。现在天你看快下雨了，我和我妈还得去看几家，看个三四家吧。我和我妈到这个屯了，得提前预约，因为现在正是采蘑菇的季节，他们都上山采蘑菇去了。还有很多网友想买我的蘑菇，其实也好卖，就是我们不有八个村吗？我们镇，我开车到一个村一收就能收着几百斤，八个村能收着几千斤，都是今年新采的，然后农户回家晒晒干的好蘑菇。看前面这是收大鹅的，这都是到各个村来收东西的。这家有条大狗，汪汪，看不看见？这是墨茬子，能看出来。墨茬子不要，但是他家墨茬子长得也挺不错。看看你家好货，里头呢？啊，看最好的货，不是你拽出一袋最好的，要好货，不要墨茬子，我们不要墨茬子。看在这库里，都是好几万斤，没卖呢，看不看见？刚才那家看完了，不行，我们又来看另外一家，看另一个屯子。他家做酒呢，就是烧酒，我头一次看见。看、哎、大家也头一次看见吧？这做的是白酒啊，还是啥酒啊？白酒。白酒啊，这是烤苞米，有点火。他家这玩意儿不行啊，不行，我妈把人袋子给扎上，看完给扎上。这家也看完了，和我理想当中的还是差很多，我还得看几家。看我妈站在瞅瞅他们这块小屯儿、你看大萝卜长那么大了，嗯，这大白菜，你看这小乡村挺有那味儿，你看看见吗？嗯，一个村一个氛围，没发现吗？你看我妈要相中大荠菜，还有蒲公英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没拉倒。哎呀妈，行了，走吧，走走走走走。看我们又来一家，看这大院多好，看这大房子多好。哎，这大房子真好嘛。嗯，你看这大院利利索索的呀，你看人家前面是房子，后面是菌地，看看从他家这顶上摘下来的木耳，现在已经磨茬子了是吧？对，你看人家磨茶子还这么好，这是真行。你家这木耳真好，你看这颜色，颜色也挺深，而且这个筋还挺厚啊。你看碗儿还成小碗儿，哎，真不错。这个，这是另一个品种，嗯，挺好。你看，那你家头茬子得啥样？头茬二茬子相当好了的啊，嘎嘎地的。我们又到一家，那他家养鸽子，养了一群鸽子在房檐里面。一家木耳一个样啊，对对对对，嗯，一家木耳一样，一个色儿。我和我妈到家了，今天看这几家都不太理想。明天还得出去看货去，我顺便上邮局取了点快递。我买的样品，我想卖松子儿嘛，我就看一下别人家卖的松子儿都啥样的，和我这质量比咋样。